更多时间的交流合作。你们一群反动组织，明显在现场。如果再持续这样下去，世界经济会更加严重的下降，那是危险。如果世界经济不能够恢复，真的，可能将来疫情都很难防控。So nice to dream. So nice.